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。 闪一下！哎，哇，我一级都这样子努力的换血了。狩猎开始了。别点了，兄弟，这我能退的。他来我也只能嘎。 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对面上路两个应该是双排的。 他们这打野也是三排的吗？这游戏现在是能三排吗？你看我们打野到底在忙什么？下路野区一个没刷。
不是，老子他妈波比是不能来的是吗？不是，我这里有个针眼，我波比不能来的吗？哎，我操，你妖姬在呀，那没事的。哇，这个对面的打野也挺夸张的，别跑啊哥，把拉伊死，别打我，牛逼，撤了吧。No。帅。他AD没有进化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没有。这道上玩的真不错。AD 乱起来了，杀杀杀，必须把杀，我在扛他，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哎呀，一波一波没状态了，结束吧，我靠了，好像蓝色方好赢一点，红色方好像是分低的一方。 Victory！ Victory！